你是陈奶奶吧？请你再说一遍。你是陈奶奶吧？对，我是陈奶奶，早上好。啊，欢迎聊心。好，我是王老师。你好，王老师。我认识你，我也很高兴。你今年多大？我是19岁。那你的专业是什么？我的第一专业是中文，我的第二专业是 Global Studies。你是几年级的学生？第一学生。你现在每天都在家吧？每天都在家吧。那平常怎么去学校？我平常走路去学校。那你周末喜欢做什么？平常我周末我想看电影，还有跟我的朋友聊天。你除了会说中文以外，还会说什么话？我除了会说中文以外，还会说西班牙语。西班牙语。那你们每天都上中文课吗？我每天没有上中文课，我只有上中文课星期一、星期三还有星期五。懂了。那你们的中文老师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女的。他教的怎么样？他教的很好。那你常常练习说中文吗？我常常练习中文。你中文说的很不错。哪里哪里。你为什么想学中文？因为我想当律师，所以我觉得中文很有意思，很有。挺好，挺好。我们苏州的中文 program 你有没有问题？我有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税了这个加税吗？我是苏州大学的老师。你没有税这个？我的大学也是苏州大学。对，我毕业了，我现在是苏州大学的老师。好的，你还有别的问题吗？没有别的问题。好的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我也高兴认识你。好的，陈奶奶，再见。再见。